一定。那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回去啊。好啊，你赶紧回去休困，辛苦你啊。你拄则是安怎？听讲你拍招呼，你拢无去插人，伊是毋是做甚物代志了？你无欢喜啊？爸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毋知影是毋是应该甲你讲。有代志就讲啊。就是我无说你看到，听讲阿姨回来的时阵，因的态度就轻蔑。有这种代志，是不是你看不对啊？我也希望是我看不对啊。我现在真的很后悔，让 Tim 入来我们家做司机的。万一他对阿姨有什么企图，还是没说你，让阿姨对他有好感，这样会伤害到你啊。吴志成才是你最大的目标，莫因为安尼就影响师大。我哪有可能袂记你最后的目标是啥？我就是要为志成那边，把他手头所有的一切拢摕到手。等到伊所有物件拢属于我以后，才甲伊摊开，让伊知影对不起我是啥物款的滋味。不怪哦，人拢在讲最毒妇人心，你真正是有够凶。安娜，你有意见哦？无，我就是欣赏你这么凶。你唔免对我讲好听话，你迄套我看足济啊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就参像我今日伫厝，我拢一直咧想你。你上好是啦。所以你规天拢无出门啊？无，我今仔日伫厝整理物件，准备要搬厝。搬厝？啊，哪会雄雄要搬厝啊？阮妈最近身体无啥爽快，我拍算哦，搬转去家己做伙住。安尼哦，啊，敢会搬这么远的？敢会去影响到你上班？你是烦恼我住上远？我都陪你做伙进行五鬼搬运，也是你惊你离我上远，以后你若是想要来找我，会不方便呐。放心，开车20分钟就到。我若是真正想要去找你，敢会去要紧？你住外远啊？啊，你拄则是伫甲啥物人讲电话啊？